终于该成了小伙伴了。拿鸟蛋开始。下月欢迎到。走啊！这来了后浪听。下月欢迎。这来了后浪听。还有下月电影场。现在就算我们有人开动了，啥重要？还买了一副，但是没给我换装。老弟弟喽，我飞到了老黑。主动考挂，中啊！前面车，我到家，出来了，神机啊！有冇带 DK 的？我三万了。开始你讲吧。手机咩在玩呢？放一张纸。啊！都变成渣男。你还有破坏有？喜欢上面两个。我见到只呢个尾，我见到呢个尾，真系俾人有啲负咯。一底有三个猪去发。喂，一攞到啲咩嚟？咩人嚟啊你？我冇啊。你做指甲冇啊？你做指甲咩事？手咁打面多嘢，有啲唔知噶咯。即系唔系嗰个指甲嘅味道，反正有少少阴影。劲喎嗰副嘢。系啊，我成功令到令到自己怀疑人生。你贏到喎！你有冇落新嗰只沙馬嚟？我決定開下 game 部機啦。我係啊，我得唔得？係啊，有分少過有落分多啲咁。正，我碌曬嘅，得車。點解成日咧都要打聲度？夜後都唔煩我。喂！你唔丑啊！你咁樣，$3，$2一蚊。收翻先啊！先啊！閉個盾啦，成日幫裝。你唔收埋幫我打我打大洗，要大洗啊！全部 game 都要大洗啊！係啊，寫唔寫啊？得啦，正。我正常講係冇咗嘅，正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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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全部 take 完嘅，我今朝無啦啦就將我十一副啲鞋抽完，抽二嘅，抽二俾我抌嘅，你俾我睇，技術高，我都冇遺產。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成日係冇我頭髮，好嘅，你仲要收盤皮，你成日搞啲小事，我就買啫。照翻佢，一萬哇哇，跟住喎。大神劍，大神劍個口好大神劍，大神劍石八星啊！喺度嚟啊！我哋冇個台，點解咧？點解咧？我俾人成日俾人有兩張轉轉水，都話當轉者多咯，我哋轉最多咯，都係三三個張都未大神劍未上身，係嘛？出咗發嚟，係嘛？大神劍夠啦，一面懵逼嘅，我把地神刀，巨龍大神劍，三十咩都裝，係聲咩都，烏子全部都執曬，我真係，你嘅對牌手，我把張都執曬，我一，我都，你拎啊，反正你當最高靚嘅，拎咗，我咗，我中意咩手法？叫二啊！即係第三啦，我加次啊！我好多回聽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你麻煩都話要洗啲咩？你今日先買水啊？你要俾錢買啲買錢。这所有人气都马上上了。真系好啊！我冇少少去睇，都唔会见得翻佢噶啦，算啦，好快，你都笑到脱底噶啦，冇得睇透噶呢部嘢。你识得？其实咧，可以有咧，
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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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四。中夠啊？去邊度啊？我可以啊。你會明我而家要處境嘅咩？係幾多分？幾多唔夠？三日。其實咧，唔夠你。跟住佢最低 cost 就係你有隻三 cost 喺度彈炒，佢頂住曬。有三 cost 彈炒撞住曬，慳咗兩仔。去做啦喂！打避咩直指定嘅？我都冇害怕放，唔係係避乜鳩嘢？你冇可能有害怕放喎！哦，我冇隻最大，我冇大佬，你冇隻執上曬嚟鳩我！我冇大佬啊！你冇睇住個機咧，我對我啲腳爆機，我咩效果啊？你冇大佬啊！我冇大佬啊！真係冇大佬啊！我只唔係大佬，我只叫宇宙形態啫，我只唔係大佬嚟。大佬啊！就落去啦，插標，插標，我都炸埋，三個人，嚇？唔係，你有三個，咁我會暴力，我會用暴力解決咗你先。好喎，打㗎，打㗎。莫名其妙地，我發現到原來波士頓嘅司機對群車咧係有一定程度嘅垃圾。佢講嘅司機係司機龍神啊！阻擋我哋叫司機龍神。我幫佢道歉。聽先，呢個係單數嘅，我哋叫司機龍神。你跟我讀司機龍神。升階放前咯，誒唔係，升階放係加快你成雙標炸魔法嘅啦。誒上面好一號對手，創界嚟嘅。不如去個低，唔係係係。真係唔需要加分啦。出嚟保榮出嚟，我哋出嚟。保榮加佢火，基本上即刻輸。十批萬。佢仲係全呢教啊！佢有錢喎，佢以為有錯，有咁難嘅錢做個生意，保龍有黃金，有黃金，保龍啊！點可以點樣有黃金？仲俾你打，仲要自打自當年師兄都有黃金，係師K，佢打我冇㗎，保龍，當年嘅師兄，師K唔使。C K 選擇過，我都唔識考嘅。考過。一次考啊！唔識，唔識啊！大家都唔識考。公司。疏導嘛。拜拜。嗯，大家。接下來就係幾多？哈哈哈！接住咧，我翻嚟。咁唔聽嘅事，緊要，你即刻嚟食飯。三廿三、三十三、四廿三加十三，五萬六，減翻一萬四啊！高原，我而家十七。而家睇即係睇四萬一人。其實咧，我同佢哋打嘅時候咧，我係隨時俾人爆頭，所以我我冇錢，佢冇話點乜嘢收，有一㗎嘛。今日輸咗啦，輸落嚟㗎。我想我 cut 咗呢次。哦，輸啦，一啦一啦，對唔住，我收佢錢。我冇卡，我冇卡。唔係嗰個唔加咯。我想吸槍啫，我抽咗大二輸啊嘛，大我都話明，買嘢我第一次咁樣玩，我都咁發氣。我再諗一下，睇點樣揾塊臭氣出嚟，一直都會有。我一諗就係。
我幫你摸俾佢見到啲聲。其實就係你嘅問題。我打波，係啊，我打波。呢個叫射波，叫射咩？但我諗住如果係玩嘅話，我要做，我而家要。我即刻收兩張同時其他嘢。我最想收啦，因為佢又嚟。但我諗緊邊兩隻啊？見到葉彪馬神大騎喺度，我掟落海手嚟，因為見到好似兩個藍標咁樣，咪睇我掟嚟。我射埋啲，啲大嘢真係好快。啊！啲八月死啊！死啊！大我飛咗做啦！我聽到啲好冇人信啊！大仔，你唔係槍面無差啊？嚇，審下先。大友應該做。哇，等等住，玩咩字啊？大仔啊！33，一下。萬九，萬七啊！萬萬九，萬九萬九。咁啊，你專登啫，我都得啊。嚇！唔係，唔係，唔係，幾萬都得，都得。有车赢啦，都唔一定。有车就容易啲赢。真得不如收埋保险。我同你玩拉大，我唔系招你啫。我唔系招你。光到油精，我都話，咁我都有機會，所以我覺得係有機會係，我都未輸得曬。啊，通常咧有機會係油精嗰啲用嘅，你俾咗豬油，佢多數通常係跟一個一模一樣。收翻，收翻唔抽嗰啲嘅，幾靚啊！新一班又係印度人，招你賺咯。喂，我求你個咩？白羊 10X 嘅效果係點解？光用 Agent Center，Agent Center，光用 Agent Center 用嘅，唔得唔得，即係咁。我已經講過一次好耐嘅，但我講一次啊。其實 Gabby 咧，你講真，我冇落過。你咩下場？有啲咩落場？自己學嘢。好似我抽中咗啊！呢張貴嘢。而家得翻呢張貴嘢。我哋收手啦。咁辛苦，緊要幫掉低。下面有隻噴火，很高興。噴火跑呢個呢副 deck 今日唔係幾乖。呢度冇喎，係 rising 呢副 deck 其實已經好乖。色嗰隻，即係對面係咁嘅，即係對面副 deck 有乖。誒，嗰隻啡色嘅乖啦。你又變咗色盲？加曬色，加曬工嘅喎。啡色咁樣，啡色突出唔係啡色啊，啡色嘅，跟住 kick 佢。呢個41。呢個上次冇 rising 係紅藍啫，跟住上次 rising 係綠色，加曬的 rising 係綠色，我開咗先。因為每一次佢而家就咁已經曬。好似我嗰邊咧，我都係綠色嘅喎，即係得呢兩支咯。蚊地部啲，蚊走呢兩支，係攞走曬要用嘅嘢先。跟住就呢張啦，呢張係咩嘢？呢張機同我用，即係張咩嚟？唔得，我要嚟，因為我唔會打佢。我唔會打佢。咁就打你啊嘛。Double X。好似講我嘅。咩啊？幫你影張相。跟住呢張啦。但係呢張我想打個十。人驗咗就。啊！冇住。呢張我。打架啦！好，下架呢個點樣跳出嚟？金地跳出嚟，我都走嚟走去，但係走去走去走咗十號。咁走去我第二張有回一次。哇！好知嚟噶，唔係啊！如果係嘅，可以走嚟通佢。每人走嚟。睇下先，頭先出咗咩？出咗九把刀，跟住揸住天幕機動。出咗咩？咩地啊？咩地啊？即係一直住天幾度啊？我要咩啊？呢個可以學住，我要啦。但係同埋呢個你要，你都要執走嘅。即係你就呢個諗緊嘢，諗緊要做好多啲我死了真的不知道，我好想打到咁咁好，我唔知道真係裏邊有啲咩。好，你做啊。先啦，好。仲有冇啊？你嘅話，你呢個做打邊個先？
知唔知邊只呢只只吉正 ，Grand Studio， 新聞 ，Grand Studio， 呢只乜？但其實如果有你哋，我寧願你玩少少嘅，少少咯，因為手快少少咯。我冇二，我長就冇二，我長就冇二。好似金毛咩嚟噶？你嘅金毛配射手死都唔知咩事啊！射手全部捉曬，金毛捉打一擋嘛，即刻穿。我冇唔擋都係加三招喎，但係你擋嘛，計丟穿咗喎，你冇咩選擇喎。你冇咩輸做啊？督打冇咩輸做，你擋啊，直接穿計標數穿喎。你頭先將人係咩？問題射手係佢有八個手指啊，不如出新射手，而家要出要出要推射手要俾射，即係金牛係射手拖手腳，金牛主攻拖前垃圾，十分鐘八個手八個手咯，而家推射手要金牛先講。有冇打比賽？三個分鐘，咩比賽？大家打慘慘打慘啊！打減九千俾你移動。其實你問你都係咁難嘅咧，你分幾多？你有條毛？係啊，開落去直播度試。你個肺啊！我出暗行都。有啲大嘅，係我哋而家未未領到，有需要，有需要，唔夠真係可以收。全部收完啦，收完啦，唔使。就係想明嘅，大大大大，我咩差唔多問啊？玩咩？又玩一張草雞，因為全部機盤，唔緊要啦，你玩高佢就打啦，唔使。不過你做嘅，輸低一蚊，你擋到啲。我哋玩高度，我玩自光度，我差咗水。我玩膠布，我差咗張紙，我玩到膠布。你開袋，開 command 字。